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，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？字不如表，表不如图，图不如视频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教师。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。我的目标是够全、够新、够精。听高老师细说 PHP。大家好，我是兄联的讲师高洛峰。大家好，我是妹子。妹子，咱们刚刚学过了，上节课咱们介绍过了一个运算符叫做赋值运算符，对吧？对。在赋值运算符之前，咱介绍了算术运算符。嗯。那在写程序的时候用的比较多的还有叫做比较运算符，也叫做条件运算符，干嘛的？专门做比较用的。比如说你可以说一下，是我帅，比如说高老师帅，还是你男朋友帅？咋说呢？那你不用说呀，那肯定是我帅，对不对？那这就是一个比较，对吧？但是比较的时候，比较的结果应该是什么类型的值？比较后的结果。对。一个什么类型的值？咱有八种类型啊。对呀。比较后应该是什么类型的？标量的，标量里的，不是整型。布尔型嘛。布尔型嘛，对吧？比较运算符得到的结果全是布尔型值，这点清楚吧？因为得到结果要么成立，要么不成立嘛，所以是一个标志状态，所以就是布尔型的值，对不对？那就像我和你男朋友比较，谁帅？你帅。对呀，那肯定我帅，因为你还没男朋友呢，对不对？来，那比较运算符当说了，得到的结果是布尔型的值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经常比较运算符都在 if 语，就是和 while 的条件中使用啊。比较运算运算符号，对吧？先是什么？第一点就是比较后的结果。我打出来了，是一个布尔型的值，就是真假。比较后要么成立，要么不成立，对不对？通常这个什么用在 if 和 while 等语句中，通常在这个地方用，听懂吧？这个呢，在我们数学里边也经常用到，比如说，3 4 ≥ 3。那给这个值比较完之后，结果是什么？4 ≥ 3肯定是真，对不对？得到结果就是真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实验，比如说在这块儿啊，后边关掉。刚才我已经打开这个程序了，对吧？在这块儿，我直接用 VDump， 因为这里边可以直接写表达式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这块4 ≥ 3，那我们看结果是什么？是布尔型的真，对吧？那如果这块结果我给它换过来呢？对，结果就是什么？就是 false， 假，对不对？所以比较运算符中有，统计一下，等于、大于、小于、大于等于、小于等于，对不对？其中还有几个怎么的？你看不懂的，看到了吗？这是大于号、小于号、大于等于、小于等于，对不对？等于千万别误写成是这个符号，是这个符号，等号是两个符号，所以在这块要记住啊，判断两个数相等是用这个一等不等于一，看到了吗？不是一个符号，但刚才上节课说过是什么？赋值运算符，但是在数据库四个语句里边，有的语言里边可以这么说，等号是用一个等号，对吧？但在 PHP 里边和这些高级语言里边都是等号是由两个等号来组成的。看，等完之后一等于一是不是真的？一肯定是等于一的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妹子你肯定会问，这个符号和这个符号是干嘛的，对不对？其他的就不用多说了，对不对？
在别的语言里边，比如说 Java 里边还有 C 语言里边是没有这个符号的，也没有这个符号的，对吧？这俩在 PHP 里边都作为不等于，这个也是第一次见的符号，对不对？嗯，在数学里边不等于的符号是怎么写的？对，跟计算机不一样，这是等号，等号一个中间一个杠，是不是？这是数学里不等于，但是在计算机里边不等于是这样的，等号前边加个叹号，判断什么什么不等于什么，对吧？或者是这么写的符号，不等于，这俩都可以。但是呢，我推荐大家使用这个，因为各个语言都支持这个这种情况，对吧？就是比如说，如判断一不等于一，这么去写，前面加个叹号，这个符号也是大家第一次接触啊。嗯，因为你要是学数学或者学其他的，就没问题，对不对？你就知道这是不等于符号，这能理解吧？好理解，对不对？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需要说的。那现在就是三个等号，对吧？也是等。对，嗯，那三个等号也是判断相等的，但是呢，它判断的是什么呢？这叫全等。全等。对。为什么有全等的出现啊？咱们说了，不管什么比较，比较后的结果肯定是布尔型的值，对不对？嗯。对吧？但是呢，弱类型语言里边可以让不同类型做比较，不同类型做比较。弱类型语言是可以这样的，但是强类型语言里边就不存在。比如说，你让一个字符串 A、B、C 和一个整数100去比较，两种类型是不能比较的，清楚吧？就像让妹子和大象比，嗯，都是动物啊，妹子和大树比，对不对？这两个就没法比，是不是啊？你像比如说让妹子男朋友和高老师去比，这就能比得过，那肯定是高老师是真值，对吧？嗯，所以呢，比较的话，要是同类型比较才可以，但是呢，弱类型语言里边比较的两个变量，你不能确保它是同一类型，对吧？那就比如说，我给你说一个情况，嗯，这样啊 ，dollar a 等于，我都缩进一下，你看啊 ，dollar a 等于一个007，看到了吗 ？dollar b。等于七，那我现在判断，我说 dollar a 是等于 dollar b 的，你说对吗？对，为什么对呀？字符串也是转整型，字符串转整型，你记住的是这一点。其实比较的时候，它的确是相等的啊、哦，看一下啊，的确是相等的，看到了吗？啊、嗯，那这个为什么相等呢？两个等号比较的是内容。不是类型，比如说我这个007，它是比在生活中007是比当成七来算，那字符串的七和整数的七是不是都是七，对吧？所以转成整数之后全是七，对不对？那怎么能判断它是转成整数的？比如007，你这样，我现在要 A 加 B 的结果是多少？14，看一下，是不是14？因为007它会转成整数，会转成七，对不对？比较的时候往同一类型转，然后去比较，对吧？但是我比较的时候必须得什么同一类型才能比较，强制让它判断是不相等，那我就得用什么三个等号，全等。三个等号的作用是什么？全，什么叫全等？这块写了，不仅内容要相等，对吧？而且两个运算源的什么类型也要相等才可以，这就叫恒等，也叫全等。通常呢，在这里边弱类型语言才有这个，知道为什么弱类型才有这个吧？嗯，因为 A 和 B 你不确定的什么类型，对不对？而在强类型语言里边是不存在不同类型去比较的，必须同类型去比较。那同样，那这个既然知道了，那比较应用中还有一个什么，这个非全等于。那非全等于怎么解释啊？两边值与类型都相同时，怎么呢？返回假，否则返回真，对吧？就是非全等于。除了全等于。对，就是两边的值和类型怎么的？都相同的时候才是假，否则它就是真，就是不等的。全等于。这还能理解？那你随便可以做一个，用不同类型值做一个实验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
那咱们这里边等号，三个等号的和两个等号的用途呢是不一样的，这是判断内容相等的，这个是判断内容和值都要相等的才可以，对不对？后边举例子，那这就是比较运算符。记住几个特点，比较的时候尽量两边用什么比较，用相同类型，对不对？啊，那都什么类型可以比较啊？字符串可不可以比较？可以。对，判断妹子等不等于胖子，对吧？啊，这个是相等的，肯定是返回真的，不信大家可以试一下啊。然后呢，还有什么？字符串可以，然后数组也可以判断，判断相不相等啊？然后呢，像整形，但是符典型只能用大小于号去判断，因为前面咱介绍过，符典数是一个近似数，对吧？8.0和八不一定相等的，有的时候语言是相等的，咱可以试一下啊。对，你看我这块七和7.00，对吧？结果相不相等呢？但是你用全等号，它俩肯定是不相等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它俩什么类型就不同，对不对？那假如说我这块两个等号呢，判断值相等的，那7.0和七，它俩值是不相同的呢？不相同。咱说有的语言里边是不相等的，明白这意思吗？不一定全部的，比如说你现在用甲骨文或者其他语言，有可能这个值就是甲。所以呢，既然有的语言是这样的情况，因为符点数是一个近似数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不建议大家用符点数做等的判断，听懂吗？有的时候会不准确，所以呢，建议大家符点数用大于，比如说，妹子大于20岁，对，21岁，20点几岁，对不对？假吗？那你多大呀？跟大家交个底儿。我才18。18的妹子啊。好，那赋值运算符呢，后边呢先作为一个，它是一个重点，但是呢大家先不用说特细的去抠这些东西，后边咱们程序中会怎么的，会经常用到，对吧？所以呢这些肯定会熟的。那咱们这节课比较运算符就教到这儿，好吧，谢谢大家。